非常高兴能够在这儿在莆田巧遇，我这有约。全国人大的一个视察团在这儿视察，再到莆田，我们也是一个团队，有好几十人。结果听说你是到这个地方来，对呀、啊，我想哎，我看了那个新闻了以后，我想嘿，会不会碰到啊？我也想那个。那我就带一个好的，结果吃饭也是在一个。因为那个2015年的时候，西马会是上的，当时没有马祖高粱没有上，但是马祖老酒是上了，对，而且2015年西马会之后是马祖老酒脱销，是吧？不够卖，不够卖。特别跟主任报告一下，这边就是领导会给我们很大的支持，未来啊，对我们这个马祖酒在莆田这边的销售，给我们专门的管道来加强推销。我想对那这个厦门的项羽军，对，我们过来。过去这段时间，我去北京都一直跟主任报告，主任很关心。是，没错。对，看我们考察一下，然后这个。那个马祖的，还有一个基础设施啊，接待设施啊，可能这些可能也要。是。这几年我们也发展很快，像一天我们可以同时住3000人次。对对。所以这个力道也是在加强，是那市长这边刚才也指示相关部门啊，最近就会组团啊，加强这个交流。我想在做好马祖的规划和这个福建这边是对接，是对接好了以后就推是。